大家，大家晚安。听说我好像是接直播，对不对？我怎么记我是礼拜三个礼拜五直播？天哪，太我心中待机。新年新希望，直接没了。我新年新希望，我就许说不要迟到，不要迟交，对，然后我今天没播。嗨，朱伦先生的缘分相遇，看一下那这样子的话，我可能会变成15直播，打算把新年新希望弄掉。礼拜五是星期是几号？看一下，13，这礼拜是13号星期五哎。应该会变成，13号直播，五万，谢玉珍送的掌声鼓励，你们有去吗？昨天的北流的那个表演。昨天北流表演，你们有到吗？你们有抽到吗？那是这样抽的，对不对？没抽到，哇！那你们只能等那个转播了，等那个就是录好的样子了。因为真的超赞的，跟你讲，真的超赞的。就是在台上看起来，从观众席看的感觉，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过观众席嘛，我是好厉害，好像很厉害哦，没有去过观众席，然后我只有在台上的视角，我只有体验过台上的视角，然后台上在彩排的时候是没有底下没有荧光棒，没有大家的嘛，就很像，就觉得很像那种。国家音乐厅嘛，那种一整个环绕的整个位置，那个什么观众席是整个环绕的舞台，然后非常高，就是看不到顶的感觉，太多位置了。但我天啊，怎么这么多位置？这是坐得完的吗？坐得完的位置吗？然后结果真的很满，几乎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满，那看起来超满的。昨天那样子，你们有去的话。或是看到照片的话，你们觉得这样子带多少人啊？你觉得这样子的观众带多少人？这是最多人的一次哎，很夸张哎，因为尖叫声超大声的，就是超捧场，大家观众都超捧场。表演 rumor 的时候，我在舞台的两边等，我们是比较后面的歌嘛，然后前面表演 rumor 的时候，我们在旁边看。在旁边看的时候，就觉得天啊，他们好，我好以他们为荣哦！我第一次看到现场表演的 rumor， 就是有穿制服、有音乐、有舞台的 rumor， 我第一次看，然后就看就是，对，我一直在侧台比爱心，我爱你们，好厉害哇！这样子，然后那个背景，这次的舞台真的是突然一瞬间，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
好像不小心就人生巅峰了一下。这舞台太强了，那个背景啊 ，Rumor Rumor Rumor 那个背景，它会跟着字背景是有配合字幕跟歌词还有节奏的。我觉得哦，天哪，怎么感人啊？还有天花，连天花板都有灯哎，就是有那个 LED 吗？我不知道它是 LED 还是投影的，反正就是有一块一块颜色的灯，不是灯光而已，是荧幕的感觉，整个很立体。背景以外还有天花板都有，超酷。对，还是长版的，他们真的超强，超震撼，好想要体验一下台下的感觉哦。就是从正前方看，因为侧面只能没办法看到什么队形嘛，侧面就是看到，也没有看到整，没办法看到整个舞台，整个观众席也看不到，就想要在困在观众群里面，然后就跟着大家一起应援这样。不小心就真是不小心就人生巅峰了。Hello， 阿波 One， 真的很赞，对，干爹啊。Hello， 人品君，断狗断到吐，谢谢送月赛会员票。对，我下两天没有直播，忘记了。我以为我是礼拜三跟礼拜五直播，然后刚刚觉得跟我说，哎，你不是礼拜一直播吗？你不是两点要播吗？说怎么可能，真假的？我怎么可能会拍礼拜一直播呢？昨天看了一下公告，哎，怎么是礼拜一？好吧，那就等一下吧。反正我手机现在就是手机两点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电的状态，现在才充到90%，开起来才比较不卡。希望明年大家跳舞跟舞，有机会跳舞跟舞剧的啊，我讲什么？希望明年大家跳舞跟舞剧如果歌还有机会，好，我也希望。就是在评比的时候，我们在今年三月吧，今年三月，哎，没有，是去年三月，已经过了一年了。去年三月的时候评比跳舞跟舞剧的入门，然后我就大家都会跳，其实大家都会跳，但是已经看现在三月到现在多久了，9个月没有跳入门了，实在是有点，不是有点，是完全忘光了。然后我就想说要不要再把它练起来，因为实在太帅了，就看他们跳就觉得，如果有朋友问你说，哎，你不是 AKB， 你会跳舞吗？然后就给我跳，如果我跳 Rumor 的话，一定超帅。所以我想说，不要把 Rumor 练起来。可是也要练起来，也不知道练谁的位置。哈哈，头发，重绑一下头发。一不小心就人生巅峰的舞台，没有错。啊！这根是什么啦 ？Hello， 欢迎战士。Hello， 大家午安。大家一起跳入门应该很震撼吧？那个舞台，感觉会踩把地板踩穿。就是以前在练那个入门的那个基础功，那个。副歌的那个脚有点就是 R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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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段歌词的那个脚那个舞步，然后大家就老是说一二就开始数拍，一二三，然后就一直跳那个脚，对，那时候觉得地板都要被踩穿了。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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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后面跟上方特效真的超棒，对，超神哦，不想绑好麻烦，就是真的超神的，哦，不行，不能还是这把，受不了。怎么今天头发这么失控？昨天头发还不错嘛，就是还行，还可。那怎么今天头发这么失控？头发有越来越顺了，好毛躁，太怎么会这种事情？看起来很乱。21号再看一次，没有错，要看。记得，主要就是，其实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到现场，因为座位有限嘛。然后抽到的也有那个机会也有限嘛，所以二十六号、21号、21号记得要去，记得去看我们的除夕夜。谢谢柠檬送爱的玫瑰，午安午安，
们前天彩排的时候，就是已经震撼过一次舞台了。这次是昨天表演的话更震撼的是那个荧光棒，因为他这次的荧光棒是全场控，就是除了自备的荧光棒以外，他们会应该有发荧光棒，他荧光棒比较大只一点，比较长，然后他就是他好像是远端控制大家荧光棒是同一个颜色的。然后那时候出场就看到我怎么有办法这么整齐的荧光棒，因为我们的公像公演好了，公演就是每个人除了草组是蓝色以外，每个人都会举一些自己推的颜色，那我可能我的荧光棒白色啊，然后那个高人觉得荧光棒可能就举绿色啊，就是之类的，就是一些应援色应援色 的那个各成员个人应援色的荧光棒，就会就是七彩缤纷，很像在抽卡那种感觉。但这次荧光棒是几乎一整色系的，一整片的，我很像在看那种，我每次去大舞台的形容都长一样，就是很像那个偶像番动画的最后一集的感觉。但这次真的是特别最后一集，因为太大了，这个舞台就我们要讲说我没不可能再去这么大舞台也不一定，因为未来真的是不好说，但是能有幸站在这么大的舞台真的是太神了。而且这是我不知道台下可能不习惯有这么高的那个吧，除了山顶其实公园的山顶看起来就是在眼睛视线是这样的，可是这次的观众超高，有三层楼的观众，然后就觉得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观众的感觉啊，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来看我们表演，好开心哦。然后一楼的观众都超级激动的，就是，就比如说他们就一直啊尖叫，就是也没有在干嘛，就是 TTP 前面也没有说到副歌来一唱，然后可能有个整齐的亮点，也没有，就是普通的管他性别、血型、年纪、星座，跟我走的感动。然后那个就可能看着他们，就哇，然后哇。一直，大家都好好亢奋哦，好开心哦。突然好像现在想说，他们的反应怎么，他们怎么这么好满足的感觉？那搞不好那个你们签就是下礼拜，这礼拜签秋了，那我就是嗨大家。的时候，那你们要尖叫吗？只要是有看到被犯傻就尖叫，这样子叫大声一点，成员们就很开心，很有成就感。粉丝这么开心的感觉，一楼同学真的很敬业，对啊，他们是好专业的观众。花多少钱买通你？我是你老大，我还要花钱买通你哦，反了吧？告五人最后一首歌动作超整齐，我有看到有影片，好想要看哦，很喜欢，最近很喜欢告五人，其实也不是最近的事情，就是一直都蛮喜欢的。然后最近突然就被就是在回就是听他们的歌的时候，可能最近的心情还是怎样，就很 match， 就是他们的歌突然就很戳到我，然后最近很喜欢告五人。都没有经过他的休息室，他的休息室就是有写告五人这样子，就好酷！天啊，第一次离他们这么近的感觉。然后虽然没有看到他们表演，啊，有点可惜啊，但是已经很棒了。对啊，这礼拜就公演最后一次哎，最后一次，因为。说真的，就是我们也舞蹈的部分，我们也最后一次已经肯定是最熟练的一次吧，就是这样听起来，就是假设上个月公演是我们跳第19次，那这个月就跳第20次，第20次都跳第20次，那感觉一定是不怎么紧张嘛，但是最后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就应该是最熟练的，但是是特别紧张。
而且对，还有线上，天哪，还有线上哎、欸，线上，哼，好怕哦，有一种跳错就哎、欸，全世界都会知道我跳错的感觉。千秋已到了，赞，感受一下最后一个 reset。我好好想念 reset 一辈子，感觉在这里就是 reset， 突然开始讲千秋日后感想了，就是 reset 感觉，不只是一套公演，一套就是啊、跟之每月例行的公事的感觉，例行公事就是要哦每个月跳一次公演，去乌梅剧场一次两次，这样子不只是这样，就是。途中不止表演的当下，途中我们在一起跟 Bill Flower 组员一起讨论 MC 的时候啊，或是一起在练舞啊，是主练啊，自主练，然后就哎、欸、有谁可以，有谁不行，就一些小细节，回讯息啊，然后在群组聊天呐、啊，啊在就是练舞的时候，雕舞啊，就哎、欸、这动作我们看一下哦，然后就哎、欸、我们看一下大家。可能抬高的比较多，还是抬低一点比较多，然后去综合一下大家的意见，就这些讨论，这些互动，就是我觉得是 reset 公演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很啊，不只是唱歌跳舞而已，就是跟 Bill Flower 们的感情，就是都在这套公演里面，觉得很棒，很喜欢。这 reset 意义很深重啊，是吧？而且我一回来就是开始练 reset， 我就是一分组，哎、欸，我忘记，我其实不知道大家的那个，就是其他成员的大部分成员的那个时间顺序是怎样，是分组之后才有 reset 嘛，才开始练 reset， 然后就分组练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忘记了，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 Bill Flower， 然后就是开始练 reset， 然后 Bill Flower 从跟 Bill Flower 相处的基本上就是。都在 reset 啊，就是都在练 reset， 不然也不会那个啊，不会见面的嘛，就是要么就练习，要么就上课这样子，都是围绕着 reset， 对吧？谢谢坏蛋送我掌声鼓励，千秋乐有谁三组都抢到了？真的很厉害，有人吗？有人三组都抢到吗？应该是有啊，感觉是有，但是真的很厉害，很难吧？这是大家肯定都抢疯了啊！我都想要去抢了，去抢别组，就跟你们抢，呵呵。你以为瑞瑞会跳你80岁？你现在25下都没嘞，这样子。七七就会跳到81岁，你知道吗？不要为难他了。三组都抢得到天选之人吧？是吧？感觉有一就是，你不觉得每次公演就是大概就是，好了，因为我每场公演都参加嘛，就是，当然我是表演的人，当然我每场都会参加，对、啊，然后就会，就会看到固定很多熟面孔，就是每一次他都会在那种，这几位都会在，感觉这几位这一次应该还是会在，还是就是很会抢，会买这样子。那你知道这支口红来历是怎样吗？这支口红呢，不用钱，我啦，我不用钱的，因为吴婉玲昨天爆买了一堆口红，不是昨天爆买，昨天表演的时候带了一堆她爆买的口红。然后他买到一支颜色一样的，他送我了，赚，他可以用到明年。哎、欸，最好笑是他买到颜色一样的，这是在干嘛？他哎、欸，怎么会知道？一家有 po 现实是不是？是一家吗？我看一下。对，哎、欸，很闹哦。你们看过王一家的现实，就会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么多口。你有那么多口红，那个状态是怎样？就是这么多，然后他就掏出一大把，就是这个牌子的口红，一大把一大堆，然后就并排在桌上。他就拿两只说：“哎、欸，我买两
两只一样的，就一只给你，一只送你，哎，放送你就好啦，这样子。然后他是网购，他网购的，然后我就拿起来，哦，不错啊，然后擦了一下，然后就放进我包包里面。然后我就看着他那一排口红，就想说，为什么这两个真的很像，这两个才是一样的吧？然后我就拿出我包包，他刚给我的口红，不对，他给错我，他给我那只还是只有一只的，两只重复还在摆在他桌上。然后这两只才是一样的啊，你看一样的，这两个不一样。然后哦，嗯，然后就看了很久，然后皱眉头，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皱眉头，然后就两个就打开来看一下，然后就给我，对，口红富翁真的，他的化妆包就是化妆包，有些女生化妆包是透明，就是网格那种，就是看得到里面的。那上面一整个全部都是口红，口红套都是一两只、两三只吧，我不知道，我只有两三只，其他女生我不知道几只。对，然后底下的刷东西才一点点，然后上面全部都是口红，超扯。而且不是他买那么多，他包色是不是？他买那么多颜色，欸，有些颜色很浅，就是连我都不会用的那种，就是很橘，很有点像这个橘的感觉，就是你们只能想象这个颜色出现在我们嘴巴上嘛，就是比较不会吧，对不对？或是他其实没有这么橘，我印象错误也有可能。谢谢断钩断到吐什么月赛会员票，于是呢，我就从李玲那边得到一支口红，因为他还在阿呆，他还那个把。不是两只一样的送我了，然后又还回去。然后他这边看颜色看超久，然后这边有那个口红的编号、色号跟那个就是款式是什么，然后他就是看颜色看超久，嗯，有吗？有一样吗？然后才两只拿起来比对，哎，真的，这两个是一样的，哦，那这个给你这样子。他很可爱，他是很可爱，玲玲，天真。他十八岁了吗？他是十八岁了，是吧？对啊，他十八岁了耶！天哪。有一种他是 forever 的小孩的感觉，就是他永远永远都是这么可可爱爱、天真天真的小孩子，错觉。网购买到同个颜色，真的是我觉得蛮神奇的，就是不是就是这样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点过去吗？怎么会有两个点到两次？可网购真的蛮可怕，就是你只要花几个按键就可以买东西了，你不是。就是挑一项拿在你手上，再挑一项，然后就拿这些去结账，然后付现金这样子，不是这样。网购就是在这个东西点点点点几下就送出就买了，哎，觉得好神奇哦！天哪，我怎么又卡了？还好没有很卡。然后我因为礼拜三有事，然后我要去外县市，我要去新竹。各位，新年新希望啊！许这么久，许那么多看起来不切实际的东西，我来看，我再复习一下我许了什么。嗯，我许了，等一下。寒暑假在台湾到处爬爬照，对，然后，我记得有什么外县市的，都是好丑。对，应该就是这个吧。寒暑假在台湾到处爬爬照，就是这个在。就是台湾，我应该写个目标的。就是我现在回去回顾一下我的愿望，有点太空泛了。就是比如说到处爬爬照是怎样爬爬照？如果我回台东，那我拿个卫生纸。如果我回台东的话，那也是爬爬照，也是跨了很多个县市。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写一个详细点？可能去没什么去过的外县市，然后玩个一天两天，
旅游这样子。这是没有灯子，就是。啊、哦、好。坏了。需要大红毯？为什么大红毯 ？Hello CJ 一零三。哼。是不是应该要修改一下我的愿望清单？在寒暑假在台湾到处跑跑，到处修改一下。去外县市。去外县市。到处。旅行，你新竹人？哎呦，带一下，扯点一下，因为我问了我新竹朋友，我两个新竹朋友，然后他们都说没有什么好玩的，他们可以不要这么统一吗？是他，我的新竹朋友 A， 他说新竹就没有什么好玩的，但是至少有吃的，然后。请问新竹是沙漠吗？然后风还要很大。新竹什么米粉是不是？还是什么很有名？风很大嘛，风城不是吗？不是说风城是这样，是新竹吗？还是宜兰？新竹吧，对吧？然后新竹巨城，这我很常听，很常听人家说家乡。反正我这礼拜三，我后天要去新竹，所以。我礼拜三可能不会开，应该不会开播。我礼拜五在直播，我就是今天跟礼拜五。我有排礼拜三直播吗？各位，我忘记了。我以为我排三五啊，结果我是一三还是一五哦？还是其实根本是一四这样子。靠右左转小心，为什么新竹？靠右左转小心。星期三，让 TV 更新了 ，OK， 好。我没有在看。嗯，都是室友在提醒我。还有冰可以吃，这个天气。礼拜三是天气是会下雨啊。礼拜三算了，没关系啦，再说，反正这几天哪天不下雨的。鸭香饭好，鸭我喜欢吃鸭肉，蛮喜欢吃的，我记起来了。我再去问我朋友，我应该是会给他带。然后我有一个朋友 B， 朋友 A 说新竹没什么好玩的，就是有吃的这样子，然后。朋友 B 说，对，新竹一样没有什么好玩的，他假日都去台北，就是只要一放假就往台北跑。我就想说这真的太厉害，怎么台北有这么好玩吗？我反而觉得台北好了，因为我太少出门，我也需要求推荐，所以就会变成说我的那个新竹 B 朋友就会变，就是他在推荐我台北有什么好玩的，明明他是新竹人，这样子超好笑。新竹朋友 B。A 小姐 B 小姐，她说啊，我坐巴士只要一个小时，坐公车只要一个小时就会到台北了。我想说啊，台铁不是也是一个小时，它的公车是用飞的，是不是？太神奇。你挂着 OK 没有问题，还没下班，没有问题。我今天应该会开，好，不知道今天开多久，反正就是开下去。朋友 A 林姐，不是都。朋友哎，我是林杰的话，我干嘛还要讲朋友 A？ 就不是成员，所以才讲朋友 A 啊。A 姐打错，吼吼，抓林杰感觉很少去回新竹吧？感觉我不知道，他感觉一直在台北啊。他的生活感觉就是在台北，
不然我去问，我等下问他。哎，我现在问好不好？我现在问林杰，等回复。林杰在哪里？太久没有跟他聊天，他赖叫什么名字？我算是忘记了。我改过他的名字吗？有、哦。他叫什么？天哪，他在哪里？好，不行，我要去 Bill Flow 群组找 Bill Flow 在哪里？怎么有这种事？Bill Flow 应该不会很下面啊。啊？哦哦哦！新竹动物园的老虎没吃饭，好瘦。没关系，没事。哎、欸，坏透了，退一下啦。哦，好。我要联络林杰，我问你哦。新竹有什么好玩的？好，我问了。好混了，等林杰回答，感觉他就会变成朋友 J， 没有什么好玩的。东门有一间皮肤科很猛，没关系，我不会放假去皮肤科玩好吗？我皮肤超好。再跟你们说，我最近我觉得我很虐待自己的皮肤，就是我用沐浴乳洗脸，但是我皮肤看起来是很好。沐浴乳洗脸，然后保养的时候擦的比较，因为我懒得拿洗面乳进去，因为洗面乳放在我们房间，高中姐习惯放房间，然后我就会拿，我通常不会，我通常是会，哎、欸，我想一下会干嘛？我很少会拿它洗面乳进去浴室。洗澡很麻烦，我还要多拿一个东西，我觉得很麻烦。对，我觉得很麻烦。然后我就会洗完澡之后再去浴室洗脸，或是反过来先洗脸再去洗澡。啊，就我声音就是都懒了，我直接用沐浴乳洗脸，就都不用再去洗，因为很冷，我不想要穿睡衣，然后头还有点湿湿，就头发湿湿，或什么身体有点擦不会完全擦干嘛，就是会有点潮湿的感觉，然后就很冷，就不想要再在那边很冷的洗脸，所以我就会直接在用厕所用沐浴乳洗脸，超糗，有本钱糗。然后我就是这样子在虐待我的皮肤，但我的皮肤还是比高中觉好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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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谢谢四季送我桃花 ，Hello 雨南，谢谢四季送我好多桃花。城隍庙里的卤肉饭好吃，哪里的城隍庙啊？台北吗？台北的城隍庙吗？我不知道。新竹，还是去拜去庙参观啊？我想要去，就是想要走那种观光一点的行程，就是。不要去什么那种 shopping mall 啊，什么那种，想要去那种校外教学会去的地方，古迹啊，什么东西的。太久没有旅行了，还是因为在台北待太久，就不会想要去什么百货公司啊、汤姆熊啊，这台北都什么什么没有，这种最多。因为有点想要去各个寺庙逛逛的感觉，逛逛，
应该用逛的吗？因为也其实没有要拜什么东西，就是去感受一下那种寺庙的感觉。Hello， 晚安，晚安，午安。现在是什么午安吧？天看起来已经很黑了。城隍庙啊，可啊，看一下。然后再一点就是不能离火车站太远，因为我没有交通工具。啊，真的是没有交通工具真的很麻烦，应该啊，不去考驾照，果然就是这个时候很痛苦，没办法租借车，也没办法骑朋友开朋友的车。啊，离火车站近吗？重点就是要离火车站近。你帮我直播一下，去厕所。讲个话，嗨，在聊新竹有什么好玩的？新竹，我刚才问林杰，新竹有什么好玩的？因为我的朋友 A 跟我说没有什么好玩的，至少还有吃的。然后另一个就是说新竹没有什么好玩的，所以他假日全部都绝对不会待在新竹，但就是这么的恐怖。我对新竹的印象真的很差，风很大，离很近。就是呢，因为我去新竹，然后就是因为我忘记为什么，好像还在甄选期间吧，然后就一直台北跟台中来回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就会是爸爸开车这样子载，然后就刚好经过新竹，然后就住一天，然后我们那天就去新竹的百货公司，就是去吃饭这样子。百货公司哦，吃饭哦，然后就进他们的餐厅嘛，然后就坐下，然后就在吃的时候就看到墙壁上就有两只蟑螂，然后地上也有两只蟑螂，然后就到处跑，到处跑这样子，然后我就吃一吃，然后因为其实我就是我看到了嘛，我已经看到了，然后我就离那个墙壁很远，就离超远，但是地上的我不知道，然后就突然就觉得脚很痒，然后我就去夹去。就是抓一下我的脚，然后我就徒手的把那个蟑螂，对，然后我就对新竹的印象非常的差，超恶心的啊！我不知道是哪里，反正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印象哈。狮子，可爱哟。然后张火把还没回来啊、好，对，就是很噁。然后那边的饭店，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就是没有特别去挑，所以就刚好住在那种，就还好，可爱。新竹女中的妹不错看，好，竹中竹女。新买50颗鸡蛋糕，鸡蛋糕哎。我要你吹。可买回来应该就已经不是，应该会难吃哦。所以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要买啊？啊？嗯。买回来的话就会变难吃啊。哦。你要去新竹啊？对啊，我不是说礼拜三去新竹干嘛吃？刚、哦、不是在说，就在刚刚。新竹人很正，我知道啊，林姐嘛。他们说的那应该就是吧，我记得也是啊。所以我刚问林姐说，新竹有什么好玩的？我看他什么时候会回我。社牛哎、欸，还好吧，林姐、欸、又不是什么。你平常会跟他聊天。至少他是 Bill Flower， 就觉得还有一种就还可以啊。有一次为了一家和果子去新竹。和果子那好吃吗？你的和那个和果子，值吗？
台中的女很绝，什么意思？台中的女生就是，我不知道，你跟安安没有共同点，都是十月生，都是多少，都是天秤座，都是十月生日的，没有，不是都不行，哎，他天秤座吗？不是吧，安安，他是十月生日的吧，对吧？台中的女生都十月生日，是吗？是吧？旁边是谁？旁边是高恩爵，对吧、啊？天平四月九号。我看林杰的 ID， 看你的林杰看你的林杰生日 T 衣服，你就拿走。对啊，太可爱了，我真的会买欸，林杰那一件，节能减碳。为什么它没有味道？什么意思？很好啊，台中女生想的这样子。是它没有味道，还是我闻不到？你要不要去闻我的香水？有一点猫味，他一脸弯，没忽略他的感受。他不会的。有啊。好可爱哦。Jeff 长得好像林姐，我不敢欸，何等，我不配，我真的不配，我告诉你，我真的不配。五官深邃啊，五官深邃。巨城早班的电影很，不可能那么，你好恐怖欸，连人家上什么班都知道。他说巨城的早班的电影院很正，应该是都是店员很正。好变态。解锁人家店员很真，林姐呢？林姐不会，绝对不会出现在这里吧？这也是宿舍呢，吼。六龟女生很凶很笨吗？六龟女生是谁？六龟谁是猪六龟？不可能快塞吧？哎、欸，快塞！你不要看我，熊美哦，不要这样讲熊美，人家虽然一直出现在公司，但是他也是正在读书的好吗？磐石女生不错，磐石谁是磐石？磐石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哪里是哪里。我爆裂，哈，哈，虾米？啊，新竹，他是磐石，是不是？知错就好。能知道错就好，你不要这样子哦。我们下礼拜是要，你有看群组吗？出国群，你有看？瞎欸，超瞎！是要怎样？是要怎么办？这是常有的事。欸，这个很夸张欸，是要赔钱是不是？期待熊妹四周的演唱会会不会来？我不知道会不会来欸。我觉得不至于，但有机会，就是他不会选择去长寿人，但他会选择让某其中一个人放弃掉这个机会，就是让就直接浪费掉那事情，不也不取消这样子。他讲一次，因为我觉得他不会让他，因为不是全部绑在一起嘛。嗯。然后要取消的话，不就是要全部吗？嗯。我觉得他不会取消，他就是。啊，需要取消吗？我觉得他就是我们自己去，然后他不能这样子。对。可是不是因为那个去不去不重要，是因为他已经办了。对啊。
那就是，所以就要取消啊。可是他已经办了，已经办好了哎。你承认一件事，新竹是挺无聊的。没关系，我只去一天，一天不管有没有多无聊都还可以吧，一天而已，又不是说要住个礼拜，一个礼拜可能会玩到不知道玩什么，一天应该不至于吧，不到一天，半天，应该不会吧？你只是感冒吧？嗯，人穿太少，后面很多，这不用，这个不用，这怕不用。他在吃热食叼走了。你要玩？你住了18年的新竹哦，那也推荐的吗？哇，住18年的新竹哎，在地新竹人，加一哎，意外的，这也蛮多新竹人的。今年12月生日会，4个人期待。期待。哦。期待4个人呢。谁啊？今年12月。哦，去年三个人。对啊，就是子萱回来这样子，终于到齐这样。有的话，在新竹工作4年，风很大。对，我也是听说风很大。因为我看我住新竹的表姐，然后她就抛现实说，这个是台北的风速，大概就是可能7跟8这样子，然后新竹就是13、14这样，也不夸张的。新竹的风速就是超大，这样比其他县市大超多，不知道再大怎样。可是想说这几天好像会下雨，是不是？那风又大，那不是很差吗？可是我也只有这礼拜放假，其他天都好忙。包子跟 Tin 也是新竹人哦，真假？哎、欸，你们那个、欸、同乡会，好可爱哦、喔，好可爱。就是你知道。学校不是都什么中友会啊、竹友会，就是什么男友，就是那种男友会，就是那种就是哪里来的，就是本校的新竹人聚一起啊，一起聚这样子，一起聊天，同乡会那种感觉。没有人是台东人，我没有一个同学是台东人，没有一半个。这个团也是我，比如就还有花友会，就是不会有东友会。平常去新竹会直接飞走，确实，我感觉也会。自己穿的东友会 ，Only me， 我就是老大。花莲蛮多的，就是大部分人都会去，很多人去花莲玩，但是就不会往下了这样子。就是台湾是这样嘛，然后花莲可能在这里，然后他们的路径就是到花莲就不会再下去，这一块永远是一块谜，台东永远是一块谜。花东会一起，我也觉得可以一起。人太少了，花莲真蛮多的。其实，我说我们学校啦，学校，这里也没有，这里有吗？张雨林，就是有些家老家在台花莲之类，但是不住花莲的，蛮应该有啦。然后，猫咪，还有什么？我想一下，想去一些平常不会去的县市，可以啊，这个礼拜吗？不，明天啊。要干嘛？上班。说的。哦，哈哈，好爽，不用上班。林廷丽不是花莲人吧？怎么可能？真假的？是吗？不是啊，他是桃园。对啊，有差别哦。往南部天气又不错，有这我听说。台东天气也不错。错吗？然后我就前一个月吧，台北不是很冷嘛，然后我妈就在台东说：“哎。”台东天气还不错，我还有回台东的同学，的高中同学，他就说，我在家穿短袖短裤，然后台北快冷死，懒，台北冷死，真是冷死。
我朋友说，就我礼拜几出去玩了？礼拜六齁，对，礼拜六出去玩，我朋友说他身体不舒服。没有，他今天跟我说他身体不舒服。所以其实该塞的是你。可是我没有身体不舒服啊。你有啊？我没有啊。想吐吗 ？Hello， 那一定很久以前了好吗？对啊，我最近一直很想吐，所以我就一直吃不下去。从2023年开始，1月1号开始想吐，到今天几号？1月8号，1月9号。已经2024了，2023呐。哦，你要说从2023开始，没有，从2023开始，从2022也太痛苦了吧，太久了吧。最近就很想吐，然后就我感冒了。你没有确诊？没有。你再给我穿很少。谁叫你要准备？不是，我是说出门。我今天17度，我穿超厚，然后你就给我穿短裤。然后今天17度，你还确定哦？我换了啊。还是不够啊。哪有啊？有。他穿的比我少哎。他是猫哎，他不用出门。他全身都是毛哎，你就全身穿毛衣，你也不会冷啊。谢谢嘉明送缘分相遇。你在台南读书，外套超没用。至于不至于吧，真假？云爵是哪里的泰雅族人？南投仁爱翠峦部落。This。嗯。好可爱啊，猫咪今天好可爱，长得。好可爱啊！它现在是咬着你的外套，然后那两坨肉在前上面。对啊。你咬我。我拍给你看。你看它，两坨肉。很可爱，有狮子，你看你。你看狮子。狮子啊，你知道你是一只猫咪吗？今日的狮子，超可爱。还想要去哪里玩？那我们什么时候要去垦丁？等你放假。现在是要等你放假吧？等你们放假吧。我一直都在放假，我肯定是最放假的人了。没有哎、欸，你要开学了。我要开学了，不要帮我开学好，2月20才开学，超久。我还有一个多月。很可爱。还是我们下礼拜就出不了，然后我就去垦丁，超惨，不可能赔耶，嗯，赔耶，他要给我们钱的，他不会啊，我就告他，最爱告人了，告老师，你转过去这个，哦，啊，有什么要求？一直在放假，没有，我是不常放假，但是一放就放很久，像现在。给你。现在就是工作而已嘛，工作他们怎么可能会比我少呢？就是这样，妈咪来工作，不能比我少啊。妈咪上班，啊！啊！痛！啊！什么？你看人家表演的时候给我抓。是什么？啊，怎么是美肤？看太严重了，一条啊，一条一条的，抱不走哎、欸！他今天超凶的啦，放寒假啦！我1月1号就开始放了，你看放多久？放了快2个月、欸。好，其实1月6号开始放啊，那也差不多。1月1号开始不用上课，12月30就不用上课了，因为6日嘛。我看一下我的新年新希望们。
基本上没有在打，没有在做哎、欸，没有在煮饭，因为厨房很乱，我不想煮饭，然后这边在煮饭。然后现在哦，现在那个什么，就是学校的网站，就是通常是可以去看，老师放暂存的分数是多少，就是你这学期拿几分，它有一个成绩暂存区，就是可以去看。但现在改成老师可以设定说不要让同学看到，看到的时候已经是最终结果了，够狠吧？就是除非已经上传到教务处，其他成绩就看不到，暂存区全部看不到，你不知道这学期拿了几分。你拿到成绩单，你才会知道你拿了几分。没办法先看，没办法去写 email 跟求老师这样子，超狠。然后我现在我只有两科的科目老师是开放给看给查的，两科都是很好过的课，我都不担心。我担心的那几个都他都关掉。我目前看了我的一到二十个愿望，我大概有在达成就是两个，有在往达成的目标前进就是两个，三个，对。有把握 pass 吗？不好说，因为有些科目就是没有人会及格，但是就是不可能全部人被挡啊，那种感觉，就是可能班平均每次考试都是三四十分，那可能。我考二十三十三十几，那我可能也会过嘛，那种感觉，我可能也会，但是我没有考这么烂啦，就是举个例子，大概像这样，我还是会可能会过啊。超酷，真假的？我以为大家都有，这是学校网站啊。因为人家有些爽课就是学不到东西，但是它会让你的成绩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就是你上大学之后可以拿到90、100这种分数，真的是会是很开心耶。你都是不管怎样都保持自信，老师会调分数的，很棒，我需要你这种自信。因为我现在很紧张，紧张的点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只看两个大考，就是期中跟期末考，然后期中考考得很好，就是甚至是及格的，就是60分以上，啊没有，好像没有及格，平均以上58之类的，然后，但是我的期末考，我几乎裸考，但我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东西，超难，对。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东西，可是我有出席，我全勤啊，然后小考也有考一些啊，就是他就说加，就是因为那占比分数太低了，我算了一下，猫咪把我的笔记划掉了，我算了一下，我断考要考13分，我就会过，哦没有，不是那堂课啦，白痴哦，计分方式搞错了，想说怎么会有小考。对，我就是反正加总起来，我的期末考要考13分，我才会过。我就在想，我到底是我就会过，还是我才会过？因为很不确定的，我到底会不会能不能考13分？因为我把我的精力全部拿去读了另一科。对，然后另一科考超难，气死了，读错。就如果我读了那个13分的那一科，我肯定会及，肯定会 pass。可是我读了，我都把心思读在那一科，看起来老师上的很简单，他上的也很好，是个很棒的老师，但他出题超难，就是出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就他上课当然每个老师都是从大概念讲个小概念，然后讲一些
机转之类，学理机转，但是他不是，他就是考一些。哎、欸，白痴，你不要吃我的书，操吗？他就是考一些这种奇怪的小表格里面的小知识，一出就是一个题，50题选择题之类的，然后可能有4题都是在考同一个表格，那表格上课连题都没有提过那种，就出题很烦。你基本上要把原文书看得超熟，你才会知道那张表格在读什么。就是连我们班的卷一跟隔壁班的卷一卷哥卷姐们都不知道这考题是哪里来的，他们翻很久才找到那个在原文书的哪里，何况是我。然后我就有点读错的感觉，我应该拿去读那个13分那一科的，至少可以把握有13分。而且考完试就跟我的，我跟我隔壁班的卷一很好，就隔壁班的第一名感情不错，就是算是好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欸，我这次考试我有4题是确定的，欸，然后他就说我有4题是不确定的，其他都确定。我就哦，谢咯。像你想到一样的教授，懂吗？恐怖，感觉就是至少都会有一种这种教授。吃书了，对啊。欸，算是这不是我的书，这是我妈妈的书。臭猫，干什么？乱吃书，不可以吃书啦。凡尔赛了吧？什么凡尔赛？猫狗大作战开始，国王在哪里？啊，什么东西？考英文检定，我的新年新希望，考。至少去考个英文检定。考完后还说，我想你们有30分就差不多了，那你还这样出啊，哦？这种，我们考完试就不会跟他见面了，就放假了，哭啊！我连我们考几分都还不知道，就直接出现在。因为我觉得很烦，为什么都不跟我们讲分数是多少？至少讲一下分数是多少嘛。那就直接上传到教务处，然后我也知道总分是多少，但我不知道我这次段考到底考了多少，也不知道段考错在哪里。为什么老师都不检讨？我觉得很讨厌，因为大学就大部分都这样没错啊。但是就是，唉，而且我想要写手写题，因为手写题很简单，你有写就有分嘛。因为他上课会说，这题我如果我会考手写题。然后就狂背猛背，因为是很重要的观念，我已经把那个理论那一套理论背下来了。然后呢，他就没有考，他就说如果我有考手写题的话，我就会出这题，但还就是没有考手写题啊，我真的气死。然后他选择题连那种大观念也没有考，就是考一些小细节，还有一整个单元几乎没考到的那种，因为教这次范围很广。那就考了大概1-2题，然后50题中的1-2题，一整个单元就那样，超少。不过还好，因为我也没有读那个单元，太多了，太多太麻烦太杂了。对啊，都很想知道错在哪，我们才有机会进步检讨，不然考完就结束，然后就放假，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因为我以为我观念是对的，没有检讨就不会知道啊，不是吗？就觉得检讨真的是好事。哎呦，猫咪，很喜欢吃书哎。好，我把书放在。看猫咪在吃标签，它写什么？哦，没有笔记，一页笔记。好，这样子感觉要检讨一下才会知，就是有这样学习更有成效一点嘛。
耶，检讨一下真的是不错。某间学校会寄到家里，应该大部分的学校都是会直接寄到家里吧。然后我，那是国外的跨年吧，就是我有个蛮喜欢的歌手，就是唱这首歌的歌手，他叫 Fletcher， 然后，他就跟我好像上次讲过了吧，对不对？他跨年唱歌超好听的。直接等成绩单开奖啊，而且直接寄到家里哦，我都还不知道我成绩是多少，啊没有，上传到教育处的成绩是看得到的，对，但是就已经没办法再更改了，懂吗？其实我也不会去做更改的动作啦。我也查一下，现在有哪些成绩已经上传了，好想知道哦。哦，谢老师，哎，很棒哎，我这成绩超好看的哎，我现在最低分是87分哎，已经五科了 ，I am genius 吧，87，87，也会两科87耶，谢老师，90，90，90，哦。好想要加，好挑战。看到这个分数，我就知道我该去哪里加实验室了。会在你不在的时候点名，会吗？因为我这次几乎全勤，我这次是认真好学生，出席是一定都会到的、啊，基本上，除非是那种不知道在上什么，然后又就是我有种不配不屑学的感觉的那种课，我才会不想去。其他我几乎全勤，我这次。大学三年，两年多三年，我这学期是我最勤奋的一学期了。感觉这学期应该排名应该会不错看，除非大家的那个选的课刚好都选到跟我一样都很甜，只点一次，然后你同学那次没去直接死档，怎么可能？真假的？不太合理吧？这不太合理吧？感觉应该可以，感觉有些方法可以。除非他有配分，他配分不可能这样的，出席率40%这样子，不可能吧？出席率40%，然后还不去，那你同学也是在闹哎、欸，但是每堂都要去啊。出席率这种东西真的太赚了，你知道吗？一定要就啊，终于体会到分数怎么这么宝贵，不能随便浪费哎、欸。出席率这种东西一定要好好把握。它是个可以十拿满的分数。你的戏不会大点名。直接自己学习，天哪，我们是不一定看老师，有些老师就是死不点，就是绝对都不会点；有些老师就是就会讲过，我会迟点、死不点，所以最好你们都要到哦，这样子。
我朋友传了一个恋爱脑测试，我们来一起测看看。单选题，情况一，他已经没有回我讯息十小时以上了，请依照这个情境选出最佳反应。A 反应，传送讯息说你是死了哦，再给另一半，然后等他回。第二个，打开冰棒，先查看另一半的位置，并确认另一半是否在睡眠中。好恶心哦，这个软体。然后第三个，传送讯息，你在干嘛？为什么不理我？给另一半，静待五分钟后再拨打电话给另一半。四，直接干等对另一半回消息。有没有五啊？这什么什么鬼选项？谢谢吉米周，吉米周送了红玫瑰。刚刚你们拿出饮料，然后就不喝了吗？那我要拿来当直播架咯。喝水。还是饮料是要给我喝的啊？刚刚我直接喝的话，感觉他会生气。选项好迷，对啊，就是问一下说你在做什么就好啦。干嘛要这样？这是什么极端？是什么极端回答？学霸表示自己读自己，老师在干嘛？学霸、喔，我想一下，我的那个学霸朋友是这样子，他就是上课很爱网购，然后就网购一堆动漫周边，然后他就滑滑滑，然后就开始狂写狂写狂写笔记，狂写狂暴写，然后听老师上课认真，然后就开始滑滑滑滑滑。然后老师讲一些废话，就是有点他很会分辨老师什么时候开始讲废话，然后他讲废话就开始滑，然后就开始讲，而且认真的东西就开始写，就是他真的可以一心多用。然后我没办法，我就是要滑就变成滑一整节课，然后可能还好，现在还好，以前会啦。然后就完全专心听老师上课，就跟着他的步调，就算他在讲废话，我还是就是照听他的废话，因为我会分心。对，然后他就会很爱给我看，发发你看。你觉得我买这个好吗？还是要买这个？这样子，我说等一下，他讲话，我写，我没有办法，他太厉害了，他怎么可以这样子成绩还这么好？边网购边上课还可以考这么好？有红包，真假的？为什么我没看到？被我的标签挡掉了，谢谢瑞森的红包。看到你们打谢谢红包才看到，笑死！谢谢红包，你赌林杰不会回你，他会回我，他只是回比较慢。哦，想上班的猫咪，好可爱。林杰十个小时以上没有回我讯息，然后我就依照这个表单的选项说，传送讯息说你是死了哦，等对方回，我会直接，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办，我会怎么样哦？那我肯定是写最后一个吧，直接干等另一半回讯息呀、啊。请截图，我要截图了。嘿、hey ，哎呦，好。第二题，我们刚开始交往不到一个月，但他的行为我不太喜欢，请依照以上情景做出最佳的选择。谢谢波奇送我手机。与另一半约个时间，并请一名好友陪同，到适合的地点沟通。第二个选项，在 LINE 聊天室沟通即可。第三个，将另一半做出自己觉得越界的事情写在信封里，放到另一半的抽屉里。四，与另一半的好友倾诉，并请求对方转达。What？我不理解。我不理解这个是什么。
一段爱情要长久，最重要的两样事情是什么 ？A. 信任与沟通 ，B. 陪伴与时光，陪伴跟时光，陪伴与时光，这个很奇怪，这个讲钱跟是话题跟年龄，信任与沟通吧，陪伴与时光什么是陪伴的时光吧？好，不管。他最近收到好多异性的卡片，让我很在意，请依照以上情境做出最佳的选择 ：A. 自己看到的才是事实，趁对方不在时查核另一半的信封 ；B. 我相信他。于适当时间点提出话题，并询问内容及寄件者。C. 眼不见为净，要求另一半藏起来，不要让自己看到。B. D. D. 当我病猫发一篇 Instagram 限动，警告一婷不要再做出此举动。下列哪一段对话并非情绪勒索的一种 ？A.你去载他干嘛？能不能感受一下我的感受 ？B 不会啊，我不介意，你试试看，真的，这好恐怖哦。然后 C 哦，可以啊，有报备就可以。D 所以我现在都听你的，所以我现在就都听你讲就好啦。是什么？妈咪要睡着了啦，在干嘛？不行，这题目太荒谬，我不知道在干嘛。我看一下林姐回了没？干等。我带高圆觉，然后叫他看我直播，看狮子现在多可爱。你可以出来看，或是看我直播，你看狮子现在多可爱。有点难诶，你可以看我直播吗？我挂掉了，你去看我直播。好，拜拜。过曝吗？过曝。是不是很可爱？而且你的饮料在我桌上，然后我现在拿来当那个靠手机架的，我在帮你的牛奶加温。但是过曝才是太夸张，背景太黑了，是不是？对，我就是拿你的牛奶当做我的直播加温的那个，降温的那个东西。不能吃哦，这不是吃的。谢谢谢谢你们 ，Hello。可爱，狮子的脚。
用我的手，嗨。嗯，交叉手。怎么他呼噜哎！天哪，他是什么了？差点不认人。拿走。你在干嘛？我在想我要出门。C。因为我在感冒呢。哦，你不要了，要出门了。你看他在看你。嗯，眼睛好圆哦，大家！我第一次看到在镜头前面待这么久的数字。今天是上镜猫哎，好棒哦！上班吗？对，干嘛？吃吃。那晚上要吃什么？火锅。你一定吃不完。你的午餐还没吃完。我不要吃完了，他拿去丢了。我想吃寿司，寿司很冷耶，所以很好啊。好、啊？嗯、啊？可以吃得下、啊。他等下冲过去，我手就掉下来。没有，狮子今天才不乖耶，你看他要。嗯，不能夸，夸不得。他今天超凶的啦，一直咬人。他今天，我以为他要跳到我腿上，然后趴下，没有，他就是跳到我腿上，然后咬我的左手，狂暴咬我的左手。今天你爱他的左手。对啊，丑毛，是要吃什么？他不要给他，先不要给他，晚点给他。是你爸爸说的。被封印的猫咪，被封印的，嘿，嘿嘿，优雅的走掉了，干嘛？那很好哦。他怎么一直很想要咳东西出来的感觉？对啊。咳毛球哦。为什么？你动作动到吐血，是我们缘分相遇。什么需要吗？那我们要吃什么？肚子饿了。我需要少量多餐。吃猫咪肉。好啊，少量。哇哇哇哇！来，用热水穿烫过才会好拔毛哦，猫咪。嗯。猫咪好香。你到底有没有闻到？你刚刚不是说你闻不到？有，我闻到了，鼻子通了。哇，香，好香吗？嘿，志远，谢谢送的缘分相遇。嘿，你的名字赞哦，顶级发发推， yeah. 爱死了。什么意思？嗯，不屑哦。嗯。他说怎么没有狮子推？狮子推呢？有啊。嗯。好。嗯，好。哦。是吗？他不是七七吗？每天到晚。欠关，欠关起来。今天我外面一直听到猫咪在叫。对，我都没有看到猫咪，结果它是被关在刘晓晴的房间里面。刘晓晴出门了，哦，不是刘晓晴哦。王一佳。王一佳在房间里。对啊。对啊。怎么会在王一佳房间里面？他就很喜欢跑去别人的房间。可王一佳不会关门啊。对啊。他如果是那种。长时间就是一天之内，今天不会回来，还不会关。嗯，我有发现哦。OK。Hello， 水锤，晚安晚安。怎么还有垃圾都还没丢啦？你在找什么？放猫砂。感觉不会在这里面。来啊。感觉就会另外放在一个其他地方。看起来很。水解蛋白，植物性油脂。
其实你有吃不完的食物哎、欸，这些都是主食餐包，好扯、哦，一整袋。是的，集千万宠爱于一身。谢谢水锤送的掌声鼓励。我要放猫咪出来哦。放啊。猫咪这里哦，这里，猫咪。狮子，狮子嘞。好急，好急，好急哦。这里啊。这里。这个。下来，上来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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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手指给他，这里，狮子，这里，他很笨哎、欸！你要打开，这个不是，他好臭，那边很臭哎、欸，狮子这里，狮子，这里，这里，冲了冲了冲来，过来，这里，来来我腿上吃。这里，这里，在这里。狮子猫，啊哈！狮子屁股，狮子屁，猫咪屁，这只。狮子屁，狮子屁，不雅观，不雅观，不雅观。猫咪，你是小女生呢、欸？你很失控，你是什么？给我，快给我！我在给他。拿过来。好了吧？啊？买猫咪咪。等一下，好急好急好急，好吃好吃，好饿好饿，好了吧，家人都不给我吃饭，再只给他吃两滴，超过分，刘晓晴才过分啦，来狮子，然后挖空的饲料给他，你出镜了，妈咪，你是抱着。嗯，好软呢、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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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看盖子，没有的。啊！你跟你爸爸撒娇一下，快点，猫一下呢？猫一下。你要吃吗？要，他点头。他是啥？你要切一首像那个，切一首歌，切那个猫咪咪或是切的歌。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是猫咪。妈咪，好乖哦，臭猫，要念榜了。今天什么狮子大贩子啊？从来没有这么乖过，从来没有在直播间这么乖过，太棒了。第十名是变成新鲜柠檬，第九名是玉珍，第八名是水锤，第七名是智顶级发发推智源，第六名是吉米粥，第五名是竹轮，第四名是 QQ 男子，第三名是波喜，第二名是瑞生，第一名是四季，谢谢。1月9号是国际狮子犯傻日。我要记一下。
跟你讲，刚刚我朋友传给我一个那个什么恋爱脑测验，然后说如果就是另一半十个小时以上没有回你讯息，你要以下选项你要选哪一个回应？然后第一个就是说你是死了哦，对的。然后一定是这个，没有我没有选，我没有选那个。然后因为我刚刚回李杰讯息，问李杰讯息，然后说如果他十小时没回，他我就回他说你死了、哦，我就会直接死去，你才死了，我不敢。他会傻眼。国际狮子日。看过那一圈，好可爱呀、啊！你看他，好可爱。哦，记好了。狮子剪指甲吗？狮子前几天前几个礼拜剪过了吧？可以再长一点再剪，不然等王一佳回来再剪。我们需要王一佳。王一佳喜欢，王一佳很想要挑战剪他的指甲。他挑战成功了。对，他成功了已经。嘿，好可爱！等一下，撑住狮子。啊，没拍到。没拍到，可恶！好，拜拜。晚安。这礼拜五直播、哦，可以跟不知道的人讲一下。拜拜。